不进来哦，现在已经很短距离了。就在那个那里吧。对啊，很棒啊！给我，等一下我都看到。不是那边，我觉得这边。就在这边就好了。还有离子啊？对，有看潮车啊，是这样，有没有感想？有看到很了解。从事这样子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情况啊。幸好我还没有跟我吊威要换可以返车。完了，你救了整车，那你有什么想啊？该想？这天意啦。好、啊，那你躲一下位置。好，幸好收尸了。尸哦。不然我还听说另外一位啊。要找工作。位置应该是找的，你不然坐后面。我不跟你走，跟你走吧。那是你们一桌没啊？他们都没桌有盘空没啊？那是六个，你们两个桌空的，本来不搞，我都不搞，不搞这种。到时候该去哪里？哥。来。那这站那可以有待续啊，一定拍到你来一次。比如感觉你对于那两个女孩子有什么意见呢？啊？对于那两个女孩子有什么意见？什么呀？你给多少分？该那个两个女孩子？给多少分啊？好。两个加起来100分。其中一个九十一个十。跟每个不是。两个都不是很美啊，我说。哪一个最美呢？好秀嘞！大哥，我们看。哇，真实啊！不是好啊。哇，你几多分？我。啊。这女孩子啊，看多了，金喝大把，所以分数不懂。谁呢？哎，祝你最美，祝你最美。要准备玩。我们有四大天王了，就第五大天王了。哪一种？罗丽芬那种啊？等罗丽芬变了之后，他就代替罗丽芬的位置啊。怎么办呢？不懂啊。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呢？啊？那黑帝是怎么办呢？转，他就看到草就这样。下回来，下回来，下回来。啊，然后就走了。还没有抢，还没有人家突然是渡了。加彩了，加彩被表示那种神经了，不是这样的吗？好奇葩的，加彩，这是玩我，然后骗我们。他加彩，加彩奇葩的，要不要按两个呢？他举报好过来的。李安在哪里？晚上。
啊，我等一下，还有说时间，快看看，来，快来哟，快来呀，快来啦！不是这家，我吃啊，啊，啊，这就是伟汉的房间，来你电脑，一家视频搞我。是哦，很小心哦。晚上好，晚上好，来，来，背一下那个黑油箱。哟，来做两排。不冷清？你做梦不着人。哈哈。有冷清啊？那我们先做吗？爽啊！去加班吗？这个冷清还爽吗？我都做不到了，太短了，我去。手还快啊，这个手，我看不到你。来就放这样，气球我一下。来你转了，我手插尾上的风筝。他帅了。神厨老师在这里，下面。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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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给我看。神厨，我谁？啊，放了多久？啊，输。我输他。开窗喂。神厨神厨。开窗。酸果。哎呦。哎呦。哎，是有吗？这本书上次买的吗？是啊。好贵吗？我没有公仔啊，有咩啊？啊，公仔啊！什么答案？哦。神厨。哦。我懂魔术啊！这都叫神厨吗？四川艺术的。这叫艺术。这艺术，艺术起来。这叫文，文明。来。哇，一句话。如何温暖地在女人的乳房？来看一下。哦，这个叫我真了啊！真了啊！啊，老师来电话，老师来电话。啊。这不要来个电话进来。那本书。在我们找到老师的电话。来来，下来下来。因为士官回头问，很想打花生。9075啊，374啊。哪里哪里？看到。老师嘞，3214号生的，过来了。回头，嗯，没事啊，朋友。那，要不地址。现在我不知。好，现在我们去搜查这个地址。阿明要不要去？去哪里？我修人的家。哇，很大的哦，很多狗的哦。现在我们有超级任务。吉阳欧阳三条狗。超级快乐。我这边这边。什么？阿明，你想看吗？对这本书。没有啊。有兴趣啊，很研究下不了，看什么题目的？拿研究。如何温柔对待女人的乳房？女人在床上到底要怎么？在哪使用？让女人。你很不好意思，拿出来了自己的珍藏出来。啊，礼物，你看人家有送礼物来了，1、2、3、4、5、6，谁的？出去拍礼物。谁送了？人家来的人就有送啊，出去外面很多。谁？出去外面很多。带什么来着？就送给你了。不是我对吧？我猜的哦。嗯。还接完。真的好看，这样这个手。哦，都看了。对。我们研究一下，伟汉的房间长度有多少呢？我们现在找一下伟汉的房间，对不对？你看我的旧枕芯哦。中字开算。一个小妹妹在玩耶。一。二。三，这是板，这是爷啊！哇，这样三好啊，六是很大。七条水，八，九，十，就会变了。十一，这样是哪啊？十二，哇，可以进去。十三，是没？哎，有人啊，我进去。又是三步呗。这样还算好，我家里玩。来，我到。九，谁？马上站住，我进去啊！这个样子是什么？哇，妈的，是狗一样的，哎，不能进来这样，进去弄。啊，都会有水。水瓶好啊，水瓶。两仔啊。两个老三。我修炼很美。哇，真的，两仔整个鬼一样啊。这样。好。好，看这条，哎呀。抓什么？来，志凡船长来。没有关啊！哇老哎，你没有关啊！我哇一直录这声啊！你接尾巴，我们来。哦，强了，他又不喜欢讲那种蛇，他
收没收？变人见人了。啊，这个经典。两个。走去那边，走爱走去。好，再来走去。谢谢，非常感谢。打斗，麻烦大家留步。然后我们有一下正式纪念品的仪式。首先呢，我们就请纳豆王志杰代表我们乐圣里读书会的赠送纪念品来给我们今天的讲师，也就是黄瑞鲁女士啊跟林景山两位哈，我们请他给留步哈，正正。好，来再次的感谢黄瑞鲁女士带给呢精彩的讲座呢，黄瑞鲁会和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碰撞一起，两位一起，两位一起来，可以给他两位一起，两位一起，两位一起拍个照吗？啊，两位一起来，一起分享，送给两位。这是广告时间，要喝喝最好的，喝不是啦，不是，不是啦，所以我们要用品质比较，一喝看有没有感觉呢？然后就环岛运动，看两寸算了，八寸。
今天我们的主题，只要用一个礼拜做好的运动就会。2000年首相传播困难度。第五周年纪念活动。哎，要吃。好的，时间呢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等了。好，有水准就带起我们今天讲座位的水准了。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持人熊雪健老师先上来，好吧？来主持今天的这精彩的讲座，来掌声欢迎雪健老师。山倒龙呢？还在厕所做好准备一下。还有手。范惠夫主席，然后所有的应该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那我们首先，好，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黄瑞罗老师先上台。一塔奖金，原来如此。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黄瑞罗讲师。黄瑞罗讲师他毕业于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成人及继续教育研究所，他目前身兼数职。他常在台湾电视台、电台还有报章一些媒体主讲或者主持跟性教育有关。那除了性教育的课题哦，黄老师他也非常致力于读书会的经营跟带领，其也推展国际性的一些书香传播的活动。那他多年来的付出、认真还有努力哦，让他在1998年荣获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大家待会儿就可以仔细的聆听哦，他精彩的讲座。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位课题的分享人黄维，我们请黄维小姐上台。他懂得吃。好，那如果你有常看电视或者听广播电台，你会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人。他是毕业于台湾政大新闻系。那除了目前在做广告的配音工作，他也在。那昨天黄老师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释。我不知道我妈妈的解释从哪里来。大家等了也不容易啊，要是有人在丑陋里面，而欣赏的问题也在严重啊，请各位都讨论父母应不应该教导儿子防止欣赏扰乱。其实父母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就是要让自己儿子呢，就是保存着那个拿醋拿然后有醋鱼啊，这样啊，这节省自爱啊。还有父母要教导那个子女的家庭教育，让他学习到尊重两性的，这样两性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让他儿子不要尽量单独出街，为什么呢？就单独出街就人家拐你也是比较容易啦。还有如果你要单独出街，时间呢也是很重要，要看白天啊，如果是夜晚呢，的危险性也相对会增加。还有，你去人多人少的地方也是有差别的，穿着也是很重要，要开暴露啊。有时你穿太暴露，人家看你的性感就会不想挑人家的性欲啊。还有一个也是那个侵犯者本身的问题，其实啊，有些人不是暴露，只是他本身体现出一种性感的特质啊，会让人感觉到好像他很性感啊，我要上你看。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观念和感觉的问题啊。如果你的对象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你对他有进一步的行动啊，就是一种性骚扰啊。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啊，你对他有进一步的行动是一种调情啊，是会增加彼此的感情啊。还有就是，也是由于男性主导的观念所引起的，就是很多男孩子认为，我是第一，就讲比较有特权的那个性别啦，所以女性是要尊重我的，我有需要我就要啊，还要叫什么我就要啊。
几个男人啊，他摸你的大腿，然后你不阻止他，他就越摸越伤，这就造成那个争吵啊发生了。如果你学会去拒绝人家，就会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了。还有那个男性呢，或者女性啊，其实女性也会性骚扰，性骚扰男性啊。如果谈到这些有关性骚扰的话题啊，你就要拒绝他，不要给他谈下去啊，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会去上网上网站啊？其实那些孩子是小时候没有受到正确的性教育，然后是他们就愿意对那个性很好奇，然后又感到刺激啊。其实那些少年他们并不是闲啊，他们是好奇的。然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用这样买起你们两个吧。用这样买这瓶珍珠，买其他吧嘞，买其他。敢想？小姐，五杯珍珠奶茶。好呀，你真棒！哎我。Hello， 里面什么呀？用珠。用珠陈应高，用珠，你看郭宏，用珠你看，用珠你不要买起郭宏用珠，用珠不要吗？陈应有没有敢想？小红，你有没有感想？来呗啊！郭峰有没有感想？来，就要被杀的感觉。郭峰，好了，后面隔壁是谁？郭峰就要被杀的感觉，有没有感想？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居然给他买齐了你。因为我根本不会水，喜欢他。啊？又是不懂我。还好吗？谁不要挡住？别讲我。啊、用字居然要买起郭峰哦！等一下就五杯啊！有什么感想？好爽的噻！你准备不要给我拍啊？好多人试一下，舒服啊！背包这些红字，喂，不要威严，先单挑啊，来啊！哇、啊，不要用武器啊！我很晕啊，顶不顺我。来啊！啊，你跟勇士讲，我录起来就背包。先，勇士，我先给你宣战。哦，穿进一个人。你上次错了，快点啊！我晕了、啊，顶不顺啊！我做什么？我要反问你啊！你需要深山大的啊？啊，给个纸袋先。需要深山大的，认谁？需要深山大的。李伟汉。来，反问第二个，需要深山大的。啊，我认谁？啊，你是买孔妹啦？不讲了你，我怼人就拒了你。当年洪志颖啊，有钱有势。还有。又有车有楼，是人生有翻工，又有翻工，什么都有哦。可是他站不起来耶。怎么站不起来？请举一等。刘总，谁说？我研究过啊。谁科技这么发达？很顶啊！我在玩的就惨了。哦，用这冰罩。没有啊，来报我们的报告先。锁死他了。他这等着。来。没有啊，他这样的屁啊你。陈毅很期待着。很大压力。哈哈哈哈哈哈！你上不了啦。儿子，一溜啊你。我们来追踪赛。顺路，我老诶，顺路吧。排队，排队，林祖杰。最终，排队过你叫披萨，你叫披萨，你出第几神了？到底在哪里都可以。算了，我不敢讲话了。要这打球走。
了。工资三个名单。欢迎欢迎，谁欢迎欢迎？我 call 你出来拿树叶给我烫，你会这样快乐？很兴奋哦。你不兴奋啊，这样你这样很 sad 啦，你很心情啊。那边呢？你看很心，不高兴啊，你就来他。啊、哇，瓜果了哦！这边不要，难道难道是中国的？收金车，收金车，你是去怎样帮你车走回来啦？果了哦，果！我那朋友也是，害羞哦，果。拜拜，我明天就是没有考试，是联盟是吧？联盟啊，拿一分抢放飞机了，回家说。联盟都没有用，我们现在放都市，不及格能不能分？好，可以啊，来啊，考个20-30分好吧？放都市啊，明天不联盟的话，我联盟什么？不要讲，不要考试，不要考试，一定要考，一定要考试。等我考了，拜拜。果花零分，生物啊，生物有没有考？哎呦，外事生物考，妈，没有啊，墙壁要考啊，墙壁要考，八考啊，八考，八考，八考有你，八考有你，拜三，拜三有没有考试？我们讲我们芝坛有什么？哇哇哦，是啊，拜三有没有考试？芝坛怎么看？什么？我的书包金钱。各位，你们看果花在做什么？哇，安逸啊。什么？几万？你看果花，你看果花的使用米才有多少单？200。哇！300要死要。果花的人肉生蚝包。我们要猜果花的三维。40。哇，又一个变态生魔压上去了。40，45加到9，43。好像好像在三维。果花零股49哦。喂喂喂！好哇，独家独家。哎。猫啦！死了，猫啦！亮掉了！哎，注意拉不？喂，再拉杆，再掉轮子的！有没有拍到杆？一拉，我一拉到完了。三瓜，三瓜的姐姐。走啦！轮接三瓜开始，拉完。哎，真的！我那边拍了。妈！多少钱？报告！报告！啊！很大。怎么？我老了。怎么？怎么？怎么？我那边又喷喷了。走了，不要拍了，不要。哎呀，刘兆龙哥很性感哦，录两点。录两点。你什么感想？两点滑，哇，还性感之处尽在其中。陈一健生了，高兴没有？在。怎么？拍下啦！给你给你灯看书不要啊？在这里。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喂，不要遮遮。下面什么？有事做什么呀你？春光满面哦。哎呦，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呢？我老喂。有笑有笑哦。哇！哎呀哎呀哎呀！很愿意的上镜。是哦，我附近好像很多赛博哎，我走我走。走啊喂！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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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do you feel today? I feel very happy. Happy? Why? Why? Give me three reasons. Because India is very ugly. Yeah, Hong Qi is very handsome. I know. 还有还有，独处的时候，因为没有带，全部就套在那，也是因为没有带。是那家人是什么来的？抽风机，还是抽出去了？一发生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搬去电脑馆上课。喂，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主人。啊！我很兴奋了，搬去罗秀莲附近了。LJ 更兴奋了。LJ。LJ 去打飞机 ，LJ。先，我们行走的路程。你们送一个成瘾。LJ 走了，三块打完了。LJ 打完飞机了，三块打你的飞机，三块老了了。多少？现场主办老师，他没他宣布主办。2020年什么？弄到我该弄黑。像我们做，像我们做一些犯罪事情，大家心惊胆跳，一路失败。快！好猛鬼啊！大家总共躲过一劫。啊！哪里有？太棒了！哦，不错啊，不错啊。两个，你拍什么？哦，两个走在一起。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拿烟来，他就死了。你有问题，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越近越走越近。嘘。我一前一后。这可是。没有要讲，不懂要讲我。我们可以扎住了，里面打了。哥，我们扎个，打死人打了吧？到底曾经有没有魅力吸引到一红子？是我长得飞高了哈，真的了。一秒都打，听到没有？搞不鬼啊？怎么人？啊！少年威啊！咩啊？我炒成六只嘢，啊！你未飞过定啊？啊！得我就挨了。真系冇样啊！乜水？哎，他有很光啊！妈，低速供应场。叶永志呗。啊，叶永志。我的手。不然到底什么事情呢？还是一个蹭。要玩，没有心情跟你玩。这边就在这边了。屁！我有看见。你用这种一二啊，十九啊，累啊，还不开了，你们这帮镜头笑不笑？哎呦，真的是人家生了今天。叶永志，你都做这里的咩？你家里工人做的哦。人家自己亲力亲为的。上上上。越南有个豆子。哎，没有话讲了。很贵啊。这个嘛，二楼没有动嘛，不要紧啊，老板，你们上去，你们去了。
过来坐，排一排。我超级摄影师。啊，真的。同埋咧，我都识斗了，得啦，开人拍啊。上面的，下面的。系，我意见，陈宇。什么意见？大家讨论一下。老师，打扰一下，老师，来，先上把分，先上把分。系我拍诶，咩啊？你们好，这一分度。这像螺丝在吗？螺丝。不能讲了，用字。喂，要超前停车，还是有介绍法拖把？我拖那水桶了，来讲，来出来试试啊，来吧。
你偷加我名字啊？阿明不要加，加我名字。英文啊，英文啊，不用读啊。啊 ，next， 照片一个小时候照片。观看嘛，就。我们要创作的是《Jurassic Park》的其中一部分。讲完了，哎，那叫时间再。